夫人呐，这不太好吧？这店主可放心，你账目中的钱不往来，我们不看，只想找个买家地址，行个方便。这账簿是小店的个卖所在，二位切莫泄露出去啊！你若还是不放心，我把你店中所有的货买下可行？娘子莫要说笑，这若是断货，不清的话，小店在南市怕是难以立足了。找到了。 波斯已经有的买家都是勋贵豪门，唯有这家送去了妓院，想必就是战事。一起去吧。哎，七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是说去地馆吗？一起啊。七娘，这种地方你不太适合住。为何不能？ 郎君，他骗你！哎呦，郎君，他是在等我吗？啊，还好，真俊俏。今日我来此，这寻战士。战士今日出去陪客了，要不你看看我行不行？对，走，咱们先出去。 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二郎，要找的人找到了吗？ 新娘，二郎在里面没干什么吧？没有。那要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吗？还没，多加等待，一定会有结果的。我跟你说，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，用嘴问不出来的，用钱说不定可以。